是特别的画画，我们几个也每人画了一幅，没错，展现一下我们的画功，墨宝啊，展现一下。您这都是什么呀？这是，咱们一个一个来，好吗？来。哎呦，这个是孙悦，哎呀，还吃呢，孩子。这一大碗，握鸡蛋握了十一个，哎，自己拿着，拿着，自己拿着啊。接下来，哎呦呦呦呦呦。这小四，这个厉害了，小四画我的，哎呀，小四画了一棵大树，大树，你这个画什么意思呀？我这大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硕大的苹果树，这有四个点，董浩老师，您猜猜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黑棋，上面是白棋，不对，不对，这是孙悦在爬树，他是孙悦被树挡住了，哎，对，他在爬树，我也是苹果啊。来拿着，拿着，小四自己来。要说狗熊爬树也行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哎，这姐夫画的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有意境了，这幅画，这个厉害了。哎呀，蜘蛛啊，这个厉害啊，抽象派，一个是选一个蜘蛛，这蜘蛛长很难哦，很难，好难哦。姐夫画了，我画了三天才画出来哦。你这个脑袋够强的，拿着吧。好，小姨子教你的吧。哦，机器猫，张云雷作品。大熊猫画的好像，这是一只斗鸡眼的机器猫，而且这个机器猫画的还真是有点像你爸爸。郭麒麟，展示一下你自己的画。哎，请问这是自画像还是为自己父亲？没有大事的啊，画也好事。你别说，这孩子聪明是吧？线条完整。还正点毕加索的意思，你瞧瞧，不错。你告诉我们，你画的是什么呀？画的是盾牌。